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有工人怀疑被工字铁击中，送院抢救后死亡。地盘位于将军澳唐贤街，朝早11点，一个37岁男工人工作期间，怀疑被一块大约17米长、1.3米阔嘅工字铁意外击中，身体多处受伤，昏迷被送去将军澳医院救治。案件列为工业意外，劳工处派员到现场调查。